家好，我是沈毅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开箱我在网上买的配件 for 我的 MacBook Pro， 然后我们就直接看吧。所以第一个我买的就是 USB-C 多功能转换器。你就知道MacBook Pro 它只有两个 port， 所以真的是不够用的，因为一个就是来充电，一个人可能要放你老鼠。如果你有一个 external monitor 你要放的话，你真的是没有那个 port。所以我买了一个这个转换器，所以是这样的，里面可以开起来看。所以它就是我买的是 Ugreen 的 brand。所以你看它可以放你的 SD 卡、你的 memory 卡，然后这边可以 USB-C。这边是可以放你的那个 jack， internet jack， 所以这边三个是 USB， 然后这个是放你的 monitor port， 所以我们可以套套看吧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买的就是 Screen Protector， 哦，里面是这样的。可是有些人在网上说过，如果你的 MacBook Pro 是 Retina 的，就不要用 Screen Protector， 比较不好吧。我也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我要 protect 我的 screen， 虽然它不是触碰型的。然后我买这个时候，它的商家还蛮不错，他送我一个这个。这个就是 keyboard cover， 所以它是透明式的，所以我看一下透明的，那我们就试试看放这个 screen protector 吧。那最后一个我买的就是我的 MacBook Pro 的 cover。 其实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带出门，是我觉得买了一个2000多块的电脑，我还是要保护我的 MacBook。
那我们就开来看吧。它其实是有很多颜色的，所以我选的是蓝色的，然后就是这样。所以它是有 keyboard protector， 它上壳跟下壳。我们就倒倒吧。好，今天我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，所以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，拜拜。